嗨，我是正经，开一个猫秀的糖果果园，也是有八包粉末和一些配件。我挑了桂花麦芽糖、玫瑰和草莓。说明书看一眼，120到200。好的，左边盒子里是280毫升清水，加两包粉末，一包对应140。这个香味还蛮好闻的。我是用刚烧好的水加保温杯里的水兑的，水温不精确。右边的是极限挑战，因为有500毫升水，一包粉末对应了250毫升，两包粉末下去完全不结块，就特别顺滑。左边是正常糊状，再搅一搅。我是啥都没加，直接盖上放2天。2天后，这个消泡比阳光果园快多了，食物还蛮好看的，就是天气不好，戳起来好肉，几乎没声音。因为它没筋，也就不用拉筋了。懒人大法好啊，又软又肉的硅胶感，喜欢的人应该会很喜欢。泡泡也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捏起来到处跑。不过也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在桌面上会流胶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桌布有纹理，手上不会。这一盒就玩脱了，250的水果，250的水果然要不得。你们不要学我，玫瑰加草莓味一起，我觉得像荔枝，水水散散的，但是也拎得起来，就差一口气的感觉。打了半价还是没好，那就让你兄弟来救吧。活了活了，就是颜色不好看了，手感还是可以。对我来说没必要调整，可能加点活力之花拉伸性会更酷。最后，墙头雨细垂仙草，给个3连好不好？